天哪，姐妹们，711居然出草莓系列的新商品了，看着就好吃。刚刚洗完澡，穿着睡衣都准备睡了，但是就是被那个草莓系列给馋到了，赶快换一个衣服出门吧。江江，现在呢衣服就换好了，感觉今日份这样穿还是挺好看的，就是大晚上露腿有点冷。再拿上我的私房钱出门，全部带上，走走走。这个点为了便利店也是没谁了，外面还下着雨。到了到了，哇塞，赶快来拎个篮子。我的天哪，姐妹们，我也太快乐了吧！有句话说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，所有东西都还在，真的没白费我大半夜出来一趟。这个是一朵小红花系列的蛋糕，哎，好好看啊！你们应该都看过这个电影吧，来一个。还有这个拿破仑蛋糕也是草莓味的，这个也是新商品，今天可真的全都是新商品啊。虽然这个不是草莓系列，但看着也好好吃，是他们家的桃桃千层，来一个。新上的奶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啦，而且也是草莓味的，买。今天还赶上了酸辣凉皮的新品，看着这小料应该会很好吃，来一个。差点就把这个新品落下了，火龙果蔓越莓口味的乳酪包，来一个。这些新品图标看着也太让人幸福了吧，搞定啦，今日份的采购完毕，赶快回家吃。Later， 来啦，姐妹们，今日份的营业开始了，现在我可算到家了，赶快开吃。今天真的是满满的草莓系列啊！先来尝一下这个草莓牛奶，生活的仪式感，倒在杯子里面喝。这个粉粉嫩嫩的也太可爱了吧！哇塞，好好喝啊！喝起来淡淡的草莓香，可清爽了。饭前必来的果汁，奶丝。先来吃一下这个唯一不是草莓系列的凉面，但也是他们的新商品。我还给自己加了个鸡腿，大半夜也太罪恶了。哇，绝了，里面的酱汁可多，而且配菜也特别多，是麻酱风味的，绝。再来一个鸡腿，这个鸡腿烤的焦香焦香的，里面还加了面筋，太满足了。脱骨比外面专业卖凉皮的还好吃，哇，真的是绝绝子了，奶丝。接下来我们先来尝下这个草莓口味的拿破仑。哇，今天的草莓新品也太多了，它里面是这个样子的，特别多层，应该要这样一口咬。上面的酥皮特别薄，中间会有一层原味的蛋糕胚，还有一层草莓口味的蛋糕胚。这个除了吃起来有点干，没毛病。哇，真的太干了，但是好吃还是挺好吃的。刚刚的草莓牛奶喝完了，现在只能续上快乐肥宅水了，今日份的快乐续杯。接下来我们来尝一下这个一朵小红花系列的蛋糕，这个造型也太好看了吧，拿出我的大勺来尝一口呀，它里面还是会爆浆的。它这个蛋糕总体来说草莓的味道不会特别浓，反而是巧克力的味道会比较浓。我最喜欢711他们家的蛋糕，就是因为他们家的蛋糕甜度刚刚好，就不会甜的齁人。最后一个来吃我期待值最高的甜品，是这个桃桃千层，看着上面满满的桃子，感觉都要溢出来了。先来尝一口，第一口的感觉就是像掉进桃子罐里面了，桃香味超级浓，而且里面它还加了桃子口味的果冻，吃起来口感会更丰富一点。里面的桃肉也很大一颗，满足。哇，今天的新品真的吃得太满足了，而且没有吃到踩雷的，不愧是我喜欢的草莓系列。好啦，姐妹们，今日份的满足呢到这结束啦，希望你们喜欢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，爱你们哦。